3、2、1，有没有一个符号能让你铭记？年轻时一起用双手创造奇迹，很愿意为你送上新年的贺礼。20年有我们不变的主题。经历，我直白的表达，不见得多稀奇。未能与你并肩，我做过许多努力，希望某一天能够感动你。我喜欢互联网的气息，尤其垂直的你。3点还在赶专题，独自柴米粥陪你淡忘了归期，偶尔是苦中带甜的巧克力。有没有某个旋律觉得很熟悉，虽不热但却总能闹不出心意。网友查评心底也存满了感激，是否有个编辑让你点击？没有人能够不可代替，又有谁鼓励着我？每个项目都认真写过，参与过。下来的结果，有没有黑科技能去除你的阴霾？满世界都换上晴朗的色彩，不想需求。